现在呢，我们最后的阵容已经出现了，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现在场上有几个小兔子，他们在蹦啊。那么终极一战春日逆袭赛马上就要开始，这个比赛当中获胜的队伍将要逃脱最后的惩罚，但输的队伍就要进行爱的抱抱了。我们这一轮呢，红姐会跟我一起来观战和监督，泽林会代表红姐来参赛。先说说我们的原规则好不好？好的，我们所有成员呢需要间隔然后站成一圈，按照我们嘉宾给出的规定舞蹈动作呢，在我们这个盆子外面进行转圈，然后听到开抢，所有成员就开始抢盆子，倒计时结束，同队的两个人在同一个盆子当中的话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答题机会。然后题型呢是共享大脑，也就是用一个人回答一个字的方式来回答问题，答对的队伍可以积一分，最终我们根据积分来进行排名。请大家注意安全啊！好，来泽林加油。其实我们四个人主抢一个盆子就行了，只要保证每次都能答，这个是最好的方式。那我们抢哪个？哪儿小抢的，把那个人倒出去，管他是谁。那就是有一个人抢到一个盆子，我们所有人就后面冲那个。哎，你俩抢，我负责抱人。你的小体格，我可以。他劲儿挺大的。哎，别，我真可以，别冷妹。好，那首先我们有请第一位迪哥来演示一下我们下一轮要转圈的动作。我们来擦玻璃。sorry， 没事。我们要不要分散一点啊？对，我们要间隔。我们分散一点。这个动作啊。要这能走吗？能走啊。啊，走一遍就好耶。我们要间隔，间隔要先间隔开，间隔开，间隔开。来吧，妹妹，来吧，妹妹。怎么了？好吓人啊！我要离他远一点。人家说要间隔开。来吧，你刚才声音太吓人了。你干什么？干嘛？你去那边？为啥？你干什么？哎，我们包着他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我们就相当于把他间隔了。我举报。死对对我不利，现在我觉得我在这儿吧。啊，那又来了一个高手。好，来准备音乐起。大家看一下迪哥的示范，也看一下丁程鑫也做得很好啊。哎，动作不够大，动作不够大，手不够大。好，来，不要碰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还没说，还没说，还没说。好，来，开枪！加油一个！开枪！加油一个！开枪！你快点去击败吧！来一次，来。开枪！坐，我们俩一起坐，一起坐，坐，我不管，一起坐，你坐，我不管。二小弟，这儿，二小弟，这儿，好，哎，这儿，你给我起来了，这儿，哦。你给我起来了，是吧？迪哥，你去远方，你去远方。迪哥，你快过来，快过来，我们已经赢了。放着，别走，放着，别走，坐下去，别走。快过来，我们已经赢了。迪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拉出来怎么办呀？有三组有答题权。那反正我们在，好，可以了，起来了。
弟弟，你坐的倒是挺。你在？我在啊。哎，你们仨怎么为什么没有？因为泽林死死的憋在这个盆里。憋在这个盆里，对不对？一动不动。是不是？红姐，你就是厉害。你应该过去跟他坐。为啥呀？两人坐一个盆。对啊，我们是两人啊。两队的人坐一个盆。不是，我是，比如说咱们同队的人坐一个盆，大哥。啊，同队的坐一个盆啊。你哎，何老师，小丁连规则都没搞清楚，他以为跟他们一起答题呢。你跟我们答什么题嘛？哦，同队的。对啊。我说你半天不走。我说没有，刚才不是说屁股一定要在盆里面吗？对。杨迪没有在盆里面啊。在真的在屁股。没在。都掉进去了。没事，我们让那个小丁是最不会上。当最五四三二一停的时候，迪哥有没有坐到盆？按道理说是应该在的。碰到边了，碰到边了哈。好。好，两位，首先请答题，你们要共享答，就是一人一个字的来答啊。请问，恋爱当中对象说什么话会让人特别生气？傻瓜。我不喜欢看。这句话有多长啊？见你可以吗？我不喜欢看见你。我不喜欢你不就完了吗？我不喜欢你啊。你今天好肥。今天好肥，听见没有？惠英宫小姐冲下来说：“你今天好肥。”啊，来，好气，来，开开心心来啊！请说出三个你会觉得孤独的时刻。三个，吃，早，饭，睡，午觉。一孤独就开始干饭，看电脑。哎，挺棒的耶，其实还蛮有画面感的。哎呀，好可爱，还挺有默契的。就只有孤独的时候才会上网去冲冲浪，然后觉得孤独，是不是？哇，还不错，这分你们算拿到了。来，迪哥和老秦来了。哇，最强大脑，请说出艺人朋友当中你觉得最要面子的三个人。谭健次、王鹤棣、丁程鑫。弟弟，你都给他答题权了，他还说你好面子。真的也是，刚才真的好面子，不然的话就说他没坐上，没有答题权。对，我这是善良、啊、善良，是不是？那么就是粉队刚才没有拿到分了，好不好？加油，下一轮来准备，下一轮请丁程鑫来示范动作。我们稳了，这样咱们这把就捣乱，咱们就捣乱就行了，因为我们稳赢。老秦看一下弟弟的动作，来这个吧。哦，你要做上下，要快啊！上下，要快啊！这么难，真疼！右左，大大，右左，上下左，上下右，但是是加速的。好，间隔站好。我没开。OK， 好，可以来走吧。要间隔。你听我，这太快了吧？太慢了，人家越来越快的。太慢了。你都越抢了，开始吓我一跳。开抢，咱们这把就捣乱就行了。开抢，
开枪！哎呦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二。一，时间到。我们仨不是一堆抢啥了，搁这。开枪！站到！站到！二，一，时间到。咱俩烦住了！哇，太厉害了！中间我看到有人被掀起来了，哇，有人被掀起来了，刚才，哈哈，掀的我，直接把他摔，是不是？暴摔什么鬼？红姐你真棒，不愧为武术指导。Yeah. 好，来吧，你们先来啊，来。请听题，请用一句话形容你喜欢的人，一定是五个字。你来吧。你金金天好美，好简单，真的是送分题给你们，你们俩上点难度吧，好不好？好吗？最难的题哈，好不好？哎呦，这题有点东西，嗯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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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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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难。请用，请说出三个龙年你最想得到的东西。鸡车车鸡一个，没说三个字吗？摩托车驾驾驶证。你说如果机车又摩托我就会说不对，结果一个是车一个是证啊。来，钱税资格格证。哇，你俩挺极限啊，天天。你这一年挺忙啊。挺忙啊，弟弟啊，这一年进考证了啊。真的。好，祝贺，回答成功。